是那个拥有自制鹦鹉的主人，那个叱咤风云的大神君莫笑。对付君莫笑现在不是关键，最要紧的还是要打断他这工会发展的势头。还卧底去星星，不是不再去和君莫笑较劲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我去，这君莫笑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。天哪，从来没有这种想死却死不了的感觉啊。神之领域，我来了。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回到职业赛场了吧，叶秋？叶秋想重返职业圈，绝对是有人不愿看到的。就算我们不动手，肯定有人比我们更坐立不安。难道真就让他顺风顺水的重新崛起？这一个个都是干什么？简直看不懂他们的战术。还战术呢？压根没战术。难道说一切就都在他的算计之内？叶秋，看着吧，你即将成为历史。这货还真有两下子。